是谁？我想成为怎样的角色？我一直期待一份答案。视线的朦胧反而滋养出更遥远的感知，让直觉变得强烈而清晰。像风，本能的自知向前奔涌。我的本能是不停地演下去。我要到力量耗尽的时候。我要到，我要到，我要到，我要到力量耗尽的时候才住手。我要到力量耗尽的时候才住手。后来我才明白，那是悬置一切心事，习惯他身之感。那些问题再一次向我袭来：我是谁？我想成为怎样的演员？我在这样的循环中完整了自己。这。是我的觉醒时刻，提醒自己不要陷在演员的惯性里，也要常常坐在观众席中，成为自然的观众，和花朵一起出神。生命像空气，轻轻围绕。